没有错，兄弟啊，我们一年一度，我们欢庆我们蔡公伯呢，我们的四岁生日就要来了，掌声啦！来了，今年四岁了啊，好快哦，四岁啊，这哦，四岁了，好快，连面都臭哦，你这骂呢哦，恭喜哦，恭喜哦，恭喜哦，他还在跟你睡呢。来跟大家报告一下，我们今年四岁的生日气啊，我们本来，嗨，我们本来想其他的气话，但结果他自己有自己的想法，对他自己许愿，他自己许愿哦，嗯，我们来看他许愿什么。我刚刚问你说你生日想要什么？像之前那个小时候钓鱼，还有爆米花，那个美国队长，那个气球，还有那个薯条，那个还有丢丢的，给我一顶生日帽。哦，给你一顶生日帽，好哎。哦。啊，那你要那个美国队长来吗？美国队长要来吗？也要来。他跟我一起捞鱼。来，工作人员来跟你一起捞鱼，可以吗？你跟爸爸许愿啊。哦，等一下赖他看看。有没有？为什么要记得？他不是两岁时候的圆游会吗？对啊，而且他竟然是记得在前一年的事。去年是美国队长。对。对，他就觉得还好。嗯。看过就好。原来他最喜欢的是吃。在前年，他两岁的时候就有一个圆游，他专属的圆游会。对对对。可以吃可以玩，很像大爷这样哦。我想吃就吃，想吃就吃，鸡块薯条，弄花海弄花，那玩全部都是美国队长的玩具啊，他那样最爽了。嗯，对。那今年刚好啦，我们本来说要办，然后不用嘛，因为他贝贝有办这个寓意节嘛，刚好蹭一下。你办在三月底嘛，刚好嘛，刚好我们菜刚好啦。对啊，我们就去包场个一小时啊，好，然后让他玩一下。对，我们今年真的是重金礼聘，真的。克里斯衣服。不是开玩笑啊，古尼 gay， 我现在那个大叔，现在古尼 gay， 给你金呢。我们等一下让阿波去现场，他玩一下，吃一下，然后最后蛋糕出来就是 crispy bubble， 哇 ，crispy bubble 卡布奶奶。怎么样？现在在做什么？这个是阿波许的愿，他想要大家都有生日帽。真的假的？美国队长生日帽。他的愿望好可爱哦。对啊，很天真，他还想到大家。而且重点是我们想说他怎么会喜欢这个？他记得我们两年前帮他过的生日。对，那时候我跟他讲的时候，我也觉得哇，他居然记得，然后还觉得很好玩，然后又要再玩一次。难怪。我们感动。美国队长的玩具们，所以等一下赢了就可以拿到美国队长的玩具。我不管他赢不赢，我都要给他。这是美国队长的霹雳腰包，哎，哇，这是最大奖吧？妈妈找到的，哇，准备了一整袋。美国队长也太帅了吧！我们邀请他本人啊，真的很帅。我们真的重金，他其实可以露脸哎，不用戴口罩。帅哎！你在发什么花痴？很帅。等一下，我们是准备给阿波的哦，小舅妈不要抢。OK 好。啊，姐姐也不要抢哈，都没事。Harry， 你觉得你会成功骗过小朋友吗？我是希望的，没有骗。哦，对，真的，对你就是真的。对你刚坐飞机坐很久，突然就雪中妹妹在那个飞机上。对，很厉害。但是你可以觉得他是美国都 OK。对，想回去。他真的非常喜欢美国队长，
所以、okay. 所以不管美国队长叫他做什么事情，他好像都愿意做，他会很爱你。OK， 很棒哎，好期待。他如果问你，说哎，那去年那个对，就是你，对，就是你。你说我瘦了，我同一个人，同一个人。对，你说、okay. 他一开始可以跟他讲一点英文。对对对对对对。他现在有上英文课。那我就说 Hello。Hello， 对对。I'm Captain America。哇。对对对，一开始可以多跟他讲一些英文，让他觉得哇，真的就是本人。因为去年他爸爸也有跟他讲了很多英文。对 ，OK， 对，他怎么问，就是永远都是你，你就是美国队，你就是美国队。OK， 好，谢谢谢谢，我们完成小孩的梦想。Captain America is ready. Happy birthday, Apple.来就开始玩，直接开始。我这么想到太阳，我想说礼拜五应该人会比较少一点，然后阿波就可以摸摸头。没有没有。嗨！哎，太棒了，那是美国队长哎。还是假的。啊，假的。还有表哥。就是假的。哇！真懂。哇！哇！哇！好吃吗？好多哇！这是美国队长联名的每日西耶。哎、欸，而且发现扭蛋了。你、欸、这扭出来的哦、喔。美国队长，这扭出来点点会翻脸哦、喔。是什么？是吗？是美国队长吗？哇！是好。哇哇！哇哇哇！阿峰，你看，哇哇 ！Happy birthday to you！ 哇 ！Happy birthday to you！Happy birthday to you！Happy birthday to you！ 哇！是真的美国队长哎 ！I just come from America。要翻译，要翻译，要翻译，要翻译。从美国来的哎。Happy birthday! I came for you. Wow! Fly all the way. 我还有学一点中文。啊，真的吗？他讲中文。对，我坐飞机的时候，我学中文，为了你。他会讲中文的，掌声啊！生日快乐！讲中文的，生日快乐！哇！他是真的。他傻眼。是真的，我们请他从美国坐飞机来。真的，他送了这个，你看美国队长的蛋糕给你，送美国来的，你要不要吃？哇哇！阿邦，你要抱抱抱。只有生日的人才可以抱哦。喂！哈哈哈哈哈哈 ！Happy birthday！ 很棒，对吗 ？Give me five， shake hands， give me five， yeah！好开心啊！你有什么你要想问美国队长吗？他脑筋一片空白。你敢看？不敢看他。今天为了你飞到这边，飞到台湾。飞来台湾。I come, yes, I come all the way from America for you. 我飞飞 all the way。他为了你飞了很远来，这样。OK。你摸摸看他的衣服，是真的哦。这个。真的哇哇 ，super hard 哇，是不是真的？真的哎，还是你要邀请他来我们家吧？打手，
好耶耶耶耶耶金玉也刚生日，金玉刚生日，生日刚过，好酷哦！我们可以跟美国队长一起大合照吗？可以。哇 ，Thank you。哎 ，Can we together and take a photo？ Yeah, thank you。哇哇哇 ！Happy birthday！ 你看是我哎。香吻对啊，是啊，你可以按这边，也可以按这边，一样哦。你按看看，你有没有看了？哎，好了，阿波，哎，没有。哦，哦，是我。你觉得去年的跟今年的是一样的吗？上次是，不是吗？不是啊，上次是假的吗？对啊，上次是你假扮的。爸爸，上次是爸爸假扮的吗？对啊。哦，这次是真的，是真的了吧？真的，是真的哦。这次才是真的，对不对？那要每年来吗？下次还要来吗？好，下次哦。你明年还可以来吗？你要问他。问你明年还可以来吗？就为了你，我会来。哇，特别安排。拜拜 ，Give me five。See you next time。真的要走了。哦 ，Happy birthday。See you next year。拜拜，说明年见，明年见，明年见，拜拜，拜拜。生日哥哥也是满满的，生日快乐！太棒！你后来看到美国队长本人吗？他要来我们家。就是你知道那时候爸爸没有假扮，然后爸爸是在哥哥的旁边。对呀，所以那个是真的。所以不是爸爸，上次是爸爸。哎，是吗？我是阿波，对。跑个乡村以后来，我来对不起，哎，就这俩，就没办法，你够累没有？来办了哦，一二三。